然想吃蛋挞。注意看才哥那不争气的口水，你能不能认真？我忍不住啊！妈，他口水！英俊潇洒的爸爸，我最喜欢你了。把第二天的饭给做了，甜心的切小块，来一点猪舌，来一点香菇。其实狗饭做习惯了也没有那么麻烦，我都是一次性买一周的肉，蔬菜就随便，我们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，上锅一蒸很方便。临睡前老头饿了，甜心对吃自然也是无比的渴望，什么好吃的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。咱家在吃这件事上绝对是两个女人强强组合。都给我走开。甜心吧，但凡我在家就是要我抱，看上去呢他就是很喜欢我。我在书房做沟通他也找我抱，于是我一个手抱着一个手做沟通的记录。可是当我昨天问他，你不喜欢我为什么总要我抱，我就是不喜欢你，但我不想你闲着，我要给你找点事情做。我要去找爸爸玩，喜欢爸爸，笨了还是给妈妈找点事情做做。干嘛？干什么？你太闲了会发胖。就想知道这三个多月的家伙怎么就那么坏。谁让你长得不漂亮，爸爸最坏了。我们也是吃狗粮的，鸡肉、白萝卜、白菜汤。甜心这件衣服是大美的，发现她穿粉色还挺好看的。